分得开，没关系啦，想赢你的事不用再演，下一秒聚散。Hello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帕塔亚去拍 MV， 这首歌没关系啦。我觉得现在很期待，因为平常都是我去台湾工作，但是现在是台湾人来这次不要在这里拍 MV， 所以就很期待去帕塔亚了。还要讨论报告吗？第一个场景结束了，对，我们这边结束了，终于很热但很好玩，然后我朋友们都很棒，我们去下个地方。刚刚有很多来自台湾的观光客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认识我，所以我就请他们多多支持我的专辑，我也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台湾的粉丝。我们现在到第二场了，就是海边，要来拍 MV。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有绿咖喱，有芒果糯米，就是很多泰式的好吃的东西。在海边这里，我们已经拍完了。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以跟朋友去玩水。泼水好玩吗？好玩。有泼到吗？有。哎，真的是要泼到。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就拍完了，然后要马上回去饭店拍另外一个东西，所以继续加油。Hello， 今天是第二天拍 MV 的第二天，现在6:30，然后我们快要出发了，加油。到今天的地方了，叫 House of Benedict。我觉得这里很漂亮，很美，很大，因为我也没来过这里，第一次看到这里，第一次听到有这个地方在泰国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棒。天应该是最累的，因为从早上就要开始会跑步，但是我也觉得很好玩。我们现在要跟嘟嘟车拍 MV， 很期待，因为我后来就喜欢坐嘟嘟车。Hello， 今天是拍 MV 的第三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甘孜拉布里的动物园。今天弟弟，我的弟弟也来了。来，好，嗨。他也要跟我们一起去，期待。大象要来了。他走路很快，其实。Hello。好可爱，是我。是你，对，是你。他刚刚才洗澡。还是你更短，还是更短？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啊，他全拿走了。还要吃这后面的。我录完了，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在发抖吗？有一点，没想到长颈鹿这么可怕。我们现在要拍，跟鹦鹉拍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要喂它。喂。因为我要喂。现在不敢动。这首的 MV 没关系了，已经拍完了。
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能在泰国拍这首歌。我觉得拍 MV 的时候非常好玩，然后我也觉得我蛮有就是成就感，因为我这次可以都用中文跟导演沟通，然后跟大家沟通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谢谢大家，然后大家辛苦了，谢谢所有的老师，所有的导演、摄影师，大家这次来帮我拍这首歌的 MV， 然后我很期待这首歌就是发的时候，然后很期待这首歌的 MV 了，谢谢。